少年智障今后是什么？从现在起，咱们就要开始录制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箱子统一放在右手边。十个晴天游学季，所有人都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，继续做好最真的自己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出发！现在天气很热，想喝什么自己点吧。它的背后是什么？月83，打错了。谁点的？没人点。弟弟，你们家的是什么？啊！谁点的？没人点。你算三吗？哇，这太大了！我看人家这筏子都比咱们的高级。这整啥活？这个那是属龙虾的，一只龙虾，一张嘴，八条腿，哇，两只钳子，16条，八条腿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走了，不吃了。四个小龙虾，5只。哎呀，你们行不行啊？你好，我们是十个晴天的。生好，同了，生好。现烤肉进来点海蜂子、冰螺、烤海肠。哎，这个很得劲啊，这个。太牛了啊，好爽。小童有没有什么丑事可以给我们报一下？我想一下，有点多。有多少人喜欢他？